都萌宝正在袭来，五花八门的闯关方式，意想不到的爆笑状况，宝宝们的世界你不懂，最纯真的笑脸，最好笑的坑爹，尽在加油好 baby。是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有请海豚主持群。大家好，大家好，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大家好，我是余生。中午好，我是乐乐。午好，各位，我是秋意。大家好，我是马莹。登场的依然是我们的加油队，所以宝贝们加油啦！加油！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加油好 baby， 有请！天哪 ！Hello，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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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亏你们想得出来啊！欢迎欢迎！哎呀，那我们干脆一起在他旁边蹲下来采访吧，好不好？好可爱哦，小宝宝。Hello， 怎么想到拿这样一个方式？前面还写着饭桶啊，谁的主意？因为我的宝宝小名叫饭团。所以呢，饭桶盛饭团。哦，好嘞，宝贝，终于解放出来了呀！今儿这发型也特别的酷啊！哎，余生，在跟我笑，喜欢看美女的，害羞了，宝贝，宝贝，这边有帅哥，宝贝，不要帅哥，帅哥，帅不帅？没什么兴趣。那我问妈妈一个问题哈，因为宝贝将来总归要找女朋友嘛，你有没有想好他将来要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长得这么帅，找一个好媳妇儿就可以了。好媳妇儿要孝顺，要懂事，对不对？好，这个事儿呢，老妈做不了主，将来看你自己的了。对，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我们的小宝贝？爸爸妈妈希望饭团能够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去回馈社会，把饭家的香火一直延续下去。天哪，爸爸，我猜他的职业应该是一个职业诗人。告诉你，王乐乐爸爸还不止这些，还有一句特别霸气的口号要喊给我们的小宝贝，对不对？好，来，三、二、一，爸爸，祝宝宝鲲鹏正主，龙翔九天。一看就是平时武侠小说看得多，一统江湖，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的小饭团准备好了，比赛开始了，有请我们的小饭团，请准备。好了，我们的小饭团已在起点就位，老爸来到了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在终点期待小饭团，请听口令 3, 2, 1 go。 饭团二哥来，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啊。哇，精神好足哦。奶奶，你看饭团两眼瞪得老大了。饭团这里呢，这里宝贝，哎，还往回爬呀。饭团儿，来看美女，看美女，这里呀，小饭团，来，他怎么这么开心啊？好像很有活力的样子。是的，来到我们的加油好 baby， 真的是有好心情啊。小饭团好厉害，好快呀！小饭团你好厉害，有快来，那我跟你来。发现了很多玩具，饭团儿，很多玩具，这里。好，饭团儿，快来呀，来。这个时候，我们的遥控汽车出动了，小饭团会不会被吸引呢？它果然被吸引住了。饭团儿，哇，小饭团爬得很快，快来，饭团儿。哎呀，开始破坏道具啦！快来呀，快来，好开心啊！快来找爸爸。小饭团发现了火车，哎呀呀呀！小饭团 ，Come on， 美女，哎呀，看到鱼生了，哎呀，美女，小饭团，快过来，饭团，等，这儿呢，恭喜小饭团为家人赢得价值两千元，电动车一辆，这跤摔的，饭团，美女。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饭团，是你的小奶瓶哦！加油！加油！啊，还有最后一步，哎，你看，小饭团，那小奶瓶啊，加油！哦，太棒了！好厉害！恭喜小饭团挑战成功！天哪，小饭团是一个整个赛道都在爬，而且一直是面带微笑，两眼炯炯有神。所以这时候老爸有什么样的话？
评价一下刚才宝贝的表现。表现非常棒。能不能一统江湖？可以，完全可以。恭喜小饭团一统江湖，价值3500元的空调送给你们了。送给你们一家。恭喜饭团一家，恭喜。饭团赢在哪儿吗？赢在哪里呀？赢在眼神。眼神，真的就是这样的放光的眼神。他看到每个东西都是那种充满了期待，充满了这个向往的感觉。对，下面一组希望看到你们的笑容，来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潮妈，哇，潮妈，哎呦呦，潮爸这是直接要跳舞了是吗？天哪，妈妈也在跳哎！哇！哇 ！Oh my god！ 哇！谢谢。可以，可以了，妈妈，这是要把自己累倒的节奏吗？自我介绍一下，妈妈开始，妈妈。我是刘诗子涵的妈妈。叫什么？刘诗子涵，宝宝叫刘诗子涵。嗯，为什么起个这个4个字的名字那么特别？怕重名。怕重名啊。对。好，那爸爸介绍一下。嗯，我是刘诗子涵的爸爸，我叫刘庆福。刘庆福。刚才我们可能注意力全部都在爸爸的身上啊。没错。其实妈妈抱着宝贝也非常的火辣，跳了一点舞蹈，要不要再来欣赏一下？这样，我们给一点更加热辣一点的，好不好？对，因为爸妈都是舞蹈老师啊。妈妈，你可以抱着，哎，刚才还就准备说抱着宝贝一起呢。哇！这是一个舞蹈世家，爸爸跳得好，妈妈跳得辣。我又开始重温我的舞蹈动作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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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天哪，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特别帅气的姿势，因为你们跟别的家庭不一样嘛，给七宝加个油好吗？好，我们所有人一起，包括乐乐，好吧，展示一下我们的舞蹈动作嘛。来，七宝加油，3、2、1。下面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的帅气老爸也在惩罚台就绪，妈妈在终点等待宝宝。我们的七宝，请听口令 ：3、2、1、Go！ 七七，快点，快来，快来。七宝，快爬爬爬！加油加油，快来！来，七宝，哎，有，很迅速，很迅速，你好棒！哇，不愧是神叔！加油加油！哇哇！快快快！飞速！猫猫来了，猫猫来了，好厉害！宝贝宝贝，还有小马小马，快快来快来！妈妈妈妈在这里，宝宝宝宝宝宝这边，加油！糟了，这个时候真的视线不要看到，这个会摇手摇手。没错，加油加油，快来！小马，小马在等你哦，快点！我真的好有成功，越过障碍，太棒了！漂亮！宝贝，加油！宝贝，加油！小马来了，宝贝，加油！还有小猫，小猫，小猫，小猫！七宝，你太厉害了！快来，快来，加油，加油！宝贝，快快，快快快，没关系，橘子，橘子，妈妈来。他还尝试了一下啊，他尝试了，看看第三。没关系，没关系，宝贝们。咦，他不会想乘滑滑梯回去了吧？宝宝，快来快来，宝贝，这里不能走，那里不能走，宝贝，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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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下来爬下来，哎哎哎，对，爬，对，爬来爬去，小猫小猫小猫，快快快，猫咪猫咪猫咪在等你啊，快爬爬下来爬下来，宝贝宝贝，快来快来，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快，哎，他还很开心跟妈妈打招呼。这是干什么？这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是不可预知。糟了糟了，他回去了。七宝，我要倒计时了。五、宝贝，4、3，要掉水里了，要掉水里。一，哎呀，就差一点点，不到第三关了，非常遗憾。七宝挑战失败。七宝，你看爸爸，大鲨鱼来了，要吞爸爸了。哎呀！姐。
全部离婚罢了。没关系，同样恭喜我们的七宝获得价值800元的电压力保温盘，恭喜！依然很棒哦。好，接下来呢，请到的是我们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他说 ，Hello。Can you speak Chinese？ 哦、oh, ，OK、啊。可以，是不是？那好，我是中国的。你是中国人？那妈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我是来自新疆的，我叫阿米娜。爸爸呢？爸爸，我是阿拉伯的，也曼人的。我一直在中国，反正已经待了半年。待了八年还是半年？八年。都是八年，八年。他叫什么名字？有小名吗？小名叫 Diamond。Diamond。啊 ，Diamond 是那个钻石的意思吗 ？Diamond， 小 Diamond。你好，真的好可爱呀、啊！怎么会？太可爱了，对。对。这么可爱的宝贝，我觉得不拍个5连拍太可惜了。我申请。我现在还没孩子，但是我超爱孩子。那这样吧，就让我们的萌宝和医生来一个5连拍，太好了，太好了。哦天哪！好，首先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第五拍。好的，谢谢余生啊，余生，宝宝平时爬行能力怎么样？宝宝，这个我一直很爱他的，反正一直喜欢他，我说了就说不了什么。爸爸说我说不了什么，但我就告诉你我很爱他就对了，好吧？听说这个宝贝平时啊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真假的？登场之前先给宝贝补充一下体力啊！我都已经流口水了。天哪，这么多！我们换一个吧，这个它可以吃吗？看看，哇！它虽然这表情非常的痛苦，但是依然在往嘴里放，看到没？我们也不为难宝宝了。下面进入到我们萌宝的挑战时刻，加油！现在老爸已在惩罚区就位，老妈在终点等待和萌宝的会合。萌宝，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 ，Diamond！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 ！Diamond， 爬过来，爬过来！好，咦，动了，动了，动了 ！Diamond， 发起挑战！你的前方还有很多的动画片，还有玩具。Diamond， 妈妈在这边。Diamond 似乎有点想逃出赛道的意思啊。Diamond， 乐乐，请你翻译一下刚才妈妈在说什么。过来，快点！虽然说。这个三笑流行啊，但是一直没有前进啊。起点处，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关。好的，最后5秒钟，4、3、2、1。原来是这样惩罚老爸的。来，不行！老爸落入水中。你，妈妈，你怎么能如此开心？你跟我们说说。他哭了，宝贝哭了，看到爸爸落水，宝贝哭了，哎呀，快去找他，没关系，我们获得了小贝针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好的，接下来请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有请，掌声欢迎。嗨 ，Hello， 这是一只什么呀？这是一只小恐龙。我看这个造型啊，你看爸爸是。这个背着这什么？背着水壶，拿着奶瓶，抱
抱着宝宝，会不会家里面是你照顾宝宝会多一些？对，一般在家里面都是他妈妈工作比较忙，所以一直都是我照顾孩子。哎，这个，对，这就是一位超级奶爸的代表。超级奶爸，对。但我想问一下，就是爸爸照顾宝宝和妈妈照顾宝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平常在生活中吧，一般父亲带孩子，可能有一些家长比较急躁的话，他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对孩子以后的性格和脾气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说，性格和脾气比较急躁的家长，在平时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耐心，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哎，我想问一下爸爸，如果真的小石头哭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哄他呢？比如说日常中他比较喜欢的或者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去哄他。好，在我们的小石头爬行之前，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寄语要送给他呀？小石头，然后你在爸爸妈妈心目中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宝宝。但是呢，妈妈觉得呢，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这点你放心，妈妈一定会帮助你，爸爸也一定会陪伴你鼓励你，好吗？加油小石头。加油啊小石头。好的，加油。接下来我们的萌宝小石头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小石头已经准备就绪了。石头爸在我们的惩罚区待命，石头妈在终点待命。小石头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石头这里。小石头加油哦。小石头，小石头看到了动画片。石头哥好开心啊。妈妈，你刚才是喊石头哥吗？石头哥小石头，小石头你去哪儿啊？这里这样可是犯规的哦。这里要爬哦，宝贝，宝贝要爬呀，小石头要爬，爬过来不能走。他好开心，可是是犯规的耶。他怎么那么开心啊？嗷嗷嗷！宝贝，你这是犯规啊！小石头，哎，我的，小石头，对呀，小石头，有什么方法能让他爬？好，过来，妈妈这里来，石头哥，好嘞，好，发现了玩具，发现了成对的玩具，小石头。小石头，你在和谁玩呢？这个时候，石头发现了杰瑞，快一点，情况会如何发展呢？石头哥，是会成为好朋友，小石头，还是哭闹不止呢？小石头，偷瞄了杰瑞好多眼呢。小石头，快点过来，妈妈在这里。小石头发现了小汽车，快过来，石头哥，小石头。快点，你真棒，来，过来，到妈妈这里来，快这里来，小石头，加油，快点，小石头，加油！恭喜小石头获得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快点过来，我们不要电压力宝，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爬。石头哥，石头仔，快点过来呀！小石头，喝可乐，喝可乐。我在想，如果车子往后开的话，他会怎么样？过来，小石头，不会爬到起点去了吧？好的，小石头，最后5秒倒计时。小石头，5, 4, 3, 2, 1。非常遗憾，小石头你坑爹成功，惩罚开始了。超级奶爸准备好。好实诚啊，一动不动啊。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 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登场，请欢迎大家。
房子耍得更漂亮。欢迎欢迎欢迎！当地人耍枪耍子飞舞吗？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呀！欢迎欢迎欢迎！一家子粉刷匠出来了，对，但是感觉很特别，为什么会穿这个粉刷匠的衣服出来呢？因为我们家宝宝啊，每次哭的时候，我们把刷子给他就安静下来，他手上必须得抓着刷子，他觉得安全是吧？对，他拿着刷子已经拿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宝宝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坐骑。腰凳啊，宝宝的这个腰凳是系在腰上的。其实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好。我每次带宝宝出去玩，就是玩一下午都不会累。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要推荐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这些还没有用过这个腰凳的爸爸妈妈们。嗯，而且听说你们两位有这个用照片记录孩子成长的这个习惯，对不对？对。今天有带到现场来吗？有带啊，有带到现场来。看一下，哟，好可爱。这个是宝宝3个月的时候睡觉的样子。他睡觉还这么甜甜的。哎，关键这张，这是父子俩神同步啊。而且听说今天宝贝刚刚满1周岁，是不是？对呀，一周岁生日。中国人都讲究嘛，就是宝宝1周岁的时候会有一个抓周仪式。没错，今天我们现场也很贴心的搞一个抓周仪式。哎，宝贝，看这，你看你喜欢哪一个？看。哇，宝贝，第一个抓起来的是望远镜。望远镜第一个。看看还有想要什么？听诊器，哟，当个医生或者当个天文学家，今天又是宝宝的周岁的生日，爸爸妈妈不免要对孩子的未来做一些寄语啊。对，其实呢，我对宝宝的要求很简单，我就希望他这一生平安健康，还有就是善良就可以了。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要从此时此刻眼前开始。准备好了吗，宝贝儿？眼前等着你的是这条赛道。没错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丁丁的萌宝挑战时刻。刚刚抓完周的丁丁，不知道现在的心情如何。接下来，爸爸已经到了我们的惩罚台，妈妈现在在我们的终点。丁丁，看你的，做好准备 ，3、2、1，Go！ 妈妈在这里哟。宝贝，快来！宝贝，看到妈妈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往前爬吧，丁丁，你看妈妈这个是什么？哎，对了，妈妈抱睡觉觉，快来，抱了睡觉觉，看到了，哦，真棒，丁丁，快来，妈妈抱，快，哇，好快啊，你好棒啊，丁丁。好棒！没有受干扰，继续前行。加油，这是一个专注的小伙子呀！加油！来看看上坡怎么样？妈抱睡觉觉，看妈抱睡觉觉。妈妈抱着睡觉觉，看来真的是很管用哎。来，宝贝，最后一关。哎，宝贝，你看。丁丁，你看这什么？哎。宝贝现在已经获得了价值2000元的电动车一辆，好棒啊！看看能不能到达终点呢？给你，来了！老爸现在眼里充满着希望啊！哎呦呦，加油，宝贝！最后一个环节，往前面来，往前面来！丁丁，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宝贝挑战失败，坑爹成功，老爸接受惩罚。哎呀，宝贝，下雨来了，宝贝，哎呀，哎，哦呦，你看看，爸爸已经落入水中了，但是宝宝现在呢，还是依然在坚持爬行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家庭登场。请，欢迎，哇，好可爱！嗨，宝贝，好可爱啊！这么可爱，这应该是一个害怕了是吧？穿了一个瓢虫的衣服就上来了吗？对，
老爸手里拿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平时他比较喜欢的一个道具，就是他平时一不注意卫生间门没有关的情况下，他就会噗噗噗爬进去，然后就把手伸进去在里面抓呀抓。哦，这个习惯好独特呀！这么小就知道帮家长干家务活儿。对，听说好像妈妈在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是不是跟家里人会有一些意见有分歧，是吧？嗯，是的，因为他六七个月的时候，正好吃辅食的时候是夏天嘛。嗯。然后呢，我就不让他吃盐，但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说，哎呀，小孩子不吃盐没有劲，不会走路的。但是我好像也看过这个崔老师的书上面讲，大概要到孩子到一岁之后，一岁之后对才敢给他加口味的东西，就怕他这口味太刁了，以后不太吃别的东西。所以可以啊，但老人们就是觉得小孩子又是夏天流汗流的特别多，对，而且看样子今天宝宝打扮成这样，平时在家里这个爬行训练做的也很多吧？就是比较喜欢爬，很喜欢爬。怎么一个喜欢爬法？你们家地都是他擦的，对不对？对，然后每天就是拿个抹布在地上一边爬一边抹。他真的好喜欢干家务活，又是掏马桶，又是以后是一个优秀的小男生。真的，新好男人啊！而且还特别喜欢我们家的厨房，所以肯定是新好男人。哎呦，电视机前的正在看电视的这些有姑娘的家长啊，是的，认清楚这个小男生，看好了。20年之后，好好考虑一下啊！现在就娃娃亲了吗？定下来，先敲下啊！好，可爱的宝贝，接下来要看你的喽。是，好的。上场之前，妈妈对这个新好男人有没有什么寄托和嘱咐？爸爸说吧。爸爸说来。好，来，爸爸说。我的宝贝有一个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外号叫爬王。爬王，爬王，拿过他们班第一名的。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跟他说的吧，就说一句，要听爸爸的话。听爸爸的话。听爸爸的话。看来平时听得很少。而且关键我跟你说，我们赛道上来了很多所谓的这些拿过爬行比赛第一名的冠军的人，第一关就睡着了，这个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啊。不知道我们爬王今天表现会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期待他的精彩表现吧。好，接下来萌宝，请准备，加油。接下来到了爬王的表现时刻，老爸已经站上了我们的惩罚台，老妈已经在终点处拿好新鲜的草莓，准备好了。宝贝，你准备好了吗？ 3, 2, 1, go！ 哎，宝贝，唐明泽，看妈妈在这边。唐明泽在这边，老贝儿。哎，来。从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清晰地听见明泽声嘶力竭的哭声。这个爬王呢，今天呢是首先是哭王，然后他会不会一边哭一边爬呢？明泽加油，明泽加油，明泽，明泽，今天主要换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还不适应啊，摆了一个新的造型，穿了一身新的衣服，但是呢，宝贝确实爬得很快啊。明泽，看到妈妈啦，明泽你最棒了。哎呀，坏了，注意到小火车了。完了，看玩具了。明泽，大草莓在哪里？唐明泽。小火车不好吃，妈妈手里的草莓好吃。明泽，你最爱吃的，对不对？宝宝现在是瞻前顾后啊，又想要吃的，还要回头看看那个正在蹦的 Jerry。明泽，来了，这里。这个声嘶力竭的一边爬一边哭啊！宝贝加油，唐明泽！快了，马上要到终点了，进入第四个区域。唐明泽加油！加油，宝贝！泽最棒了！宝贝，再往前爬一点，再往前爬一点！来了！恭喜！这个真的哭得撕心裂肺啊，你能听见他的声音？宝贝，你可不可以看一下镜头？可不可以看一下？哎呦，你看哭的。打招呼好不好？不哭。这是打招呼的方式是吗？宝贝儿快爆棚了，知道吗？真的。但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他在一开始就在哭，对，但是他尽管哭得那么声嘶力竭，他还一直要坚持爬到终点。没错，人家要证明新好男人啊，那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妈妈，好，胜利，我跟你说，你已经给家里面赚了一台空调了。
他还是在哭啊。好了好了好了，宝贝不哭了啊，那我们掌声恭喜这个家庭挑战成功。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家庭登场。哦，他会走了已经，好可爱哦！来，我们欢迎可爱的萌宝一家来欢迎。耶，跳起来了，跳起来了！哦，拍手，欢迎你，宝贝！来，爸爸妈妈，把他带到我们舞台的中间啊！来吧，宝贝，现在有多大了？十六个月，刚才是伴着小星星的音乐走出来。小星星是他最喜欢的歌吗？对，他比较喜欢这个音乐。比较喜欢音乐，嗯，听说好像还可以在这个小星星的这个引导之下，你看，只要音乐一响起，他就手舞足蹈啊。哦哟，看样子这个平时的训练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还应该蛮多的吧？基本上就是我老婆现在一个人带。你还好意思说，多辛苦老婆啊，是不是？对，妈妈好辛苦。因为就我们俩的父母都不在合肥本地，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带，所以说也挺不容易的。这个看了样子，爸爸当丈夫的会特别心疼自己的老婆妻子啊。OK。那爸爸妈妈对宝宝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寄语？今天可以说一下。宝宝就出生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妈妈带的，我们也经历过很多酸甜苦辣，然后也会有很多欢笑，然后呢也想就是宝宝就是将来就是健康成长，快快乐乐的。然后自己也能将来组建自己的幸福的家庭，也知道妈妈都不容易，将来自己也能当个好妈妈。OK， 现在已经想得好远哦，没想到宝宝以后建立新的家庭。而且刚才一个小细节，就是爸爸在说话的时候，妈妈非常贴心的把宝宝给抱过去，很善解人意的一位太太啊。好，也期待我们今天的 Tiffany 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萌宝挑战时刻。很期待 Tiffany 的表现了啊！老爸现在已经走上了惩罚台，老妈在我们的终点处。接下来 Tiffany 看你的，做好准备 ，3、2、1 ，Go！ Tiffany， 爬过来，爬过来，爬着，爬过来，爬过来，不能这样啊，爬过来，爬过来 ，Tiffany， 老爸要 Tiffany 爬过来，走是犯规的，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爬爬爬，啊 ，Tiffany。行了，好大的一个礼呀、啊！快点，来，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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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萌宝挑战失败，坑爹成功，开始惩罚。把耳朵，哎，他知道要惩罚了吗？把耳朵捂住了。看你爸爸。老爸落水了，那孩子随着音乐摇摆。好，送给我们可爱的一家小贝真实尿裤大礼包。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家庭登场。请。哎，这个装扮很特别哦。哇塞！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我们现在摄影棚的温度大概有25度以上，你们两位热吗？非常热，就是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上场呢？对呀、啊，很奇怪啊。因为我和老婆是登山认识的，所以两位是在爬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认识的吗？不是，我们是爬太白山认识的。我以为是爬大蜀山认识的。不是，那个两位啊，你们登山可以啊，穿成这样也可以啊。对啊，今天不是说你们俩来爬山啊，今天主要是宝宝啊。宝宝呢？宝宝都没带来啊。宝宝在哪里？在哪里？耶、yeah! ！哇，欢迎欢迎 ，Hello。想不到的出场，你是昨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发型吧，把头发给烫了是吧？哇，这个请问你们是登山的时候也会把宝宝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带他一起去爬山吗？来问一问，
有吗？因为现在还比较小，还比较小。我们是打算就是在他两岁以后的话带他出去。今天来这里除了宝宝参加节目，主要也是想通过安徽卫视这个栏目，然后呢可以向爷爷奶奶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爷爷奶奶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爷爷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对不对？来来来，我们把爷爷奶奶请上来好吗？哇，应该还有外婆也来了是吧？对，来到了现场。来来来，哇，每一位打扮的都好精神啊。今天有特别准备一份礼物是吗？这是什么呀？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因为过年了嘛，我和爱人终于可以团聚很长一段时间了。是。然后我们希望在过年这个时间段里呢，能自己带宝宝，就完全让大人放个假，爷爷奶奶放个假。嗯。那冬天嘛，当然就选了一些海岛游。哦，看一下。对，然后给他选了。还专门这么详细的打印出来。啊，对，我们做了一份计划，然后希望爷爷奶奶看一下，后面有出团通知书。他们选择哪个？今年过年，我希望他们就能够过过自己的二人世界。哇！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一个是普吉岛，一个是长滩岛，一个是塞班岛，这都是海岛游。哇！让爸爸妈妈来选择去哪个岛。没错了，非常甜蜜的一家。那接下来又要进入到我们的萌宝挑战时刻。一家三口已经准备就绪，爸爸已经登上了惩罚台，妈妈在终点处。接下来，宝贝，请听口令 ，3, 2, 1, go！ 嗨，宝贝儿，看你的喽，加油！爬到猫，爬到猫，爬到猫，爬得好快！爬了，爬了，爬了！好快，好快，爬到猫！第一关他算是很快的小朋友哎。对，这个他以后也是一个小登山健将啊。对，哎。哦，拿到一个玩具。小葵花。再来，给妈妈。形象大使啊。拿给妈妈好不好？好，来来来。你好给力啊，宝贝！又拿一个，宝宝，现场小葵花好多。妈妈，这是什么？他好喜欢哎！再来再来，宝贝儿！哦，这什么？快来快来快来！宝贝宝贝，来来来！对，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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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要好给力啊，宝贝！加油！看看这是什么？加油！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对不对？快来了来了！加油，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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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太棒了！快快快，加油！来，对对，来来了个，来了个，来来来来来，快来！对，过来过来啊！可以的，很棒！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王大宝，我爱你！大宝，大宝，大宝！大宝好激动，马上就可以来汇合了！恭喜！好 baby 队今天真棒哎 ，baby baby oh baby， 很多小朋友有精彩的表现。是的，接下来加油队压力要大了哦，来看看余生和乐乐的表现情况。欢迎回来，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请下一组萌宝闪亮。今天的出场方式都好特别啊，哎，第一回合，第一回合，所以说这应该是妈妈对不对？爸爸在哪里？超级孝心里面的王晶先生啊，有一点像，有没有？有有有有点哈。出场方式很特别，爸爸跟我讲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出场啊？是谁想到的？今天我们的小宝是出来拼搏的，拼搏的是不是？他有小名吗？他小名唐小宝。为什么叫唐小宝？我希望他比较甜美可爱，然后又是我们的宝贝，所以叫唐小宝。第一关就是努力爬。不要被玩具所吸引，最后到终点跟妈妈汇合，千万不要坑爹，宝贝，我们要加油，好不好？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宝贝！进入到我们的萌宝唐小宝的挑战时刻。现在爸爸已经站在了惩罚区，但我强烈的怀疑那个鲨鱼能否把爸爸拽下去。对啊，爸爸这么重的体重啊，可能那个鲨鱼有点困难。好的，妈妈呢站在我们的终点，等待和宝宝的汇合。唐小宝，请听口令 ，3, 2, 1, go！加油！来找妈妈，给妈妈打电话好不好？小宝，唐小宝，快点过来，快来给妈妈打电话。好，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唐小宝，过来，宝贝儿，加油！快给妈妈打电话好不好？宝宝，加油！小宝，别往回爬呀！这边，这边。给妈老爸
急坏了呀。好，小宝进去。不要回去，快点。小宝，宝贝儿更喜欢那个摇篮床吗？快点快点过来，过来，妈妈带你去荡秋千，快点。哇，唐小宝你好，好棒好棒，快点过来打电话呀。嗯，快点吧，我不要怕。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落水了，快点，你要加油啊。好像就是不愿意离开他的婴儿床。哎，唐小宝时间有限啊，唐小宝快点过来。好的，很遗憾。哎呀，我们要开始倒计时了，我很担心我们的鲨鱼啊。唐小宝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萌宝唐小宝挑战失败，坑爹成功。老爸张开双臂，把肚子收一收，肚子收一收。对，鲨鱼来了来了，收肚子好像挺难的耶。要要要要要！哇！哎呦我，哎呦喂！各位各位，请看这里，各位请看这里，我们距离老爸应该有3到5米的距离，水花岩溅到了我们这里来。老爸，你这2014年得好好锻炼锻炼了啊！麻烦工作人员给我们的水池添点水，好吗？萌宝、唐小宝挑战失败。我还是。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有请，哇，是我们的小公主哎！哦，好可爱的小公主哦！欢迎你，欢迎你，来，欢迎欢迎，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子轩的妈妈，我叫杜维爱。我叫徐海，来自芜湖。啊，宝贝叫徐子轩是吗？对的。他刚才在说话耶。他现在会说话吗？会的。会说话。会说话了。说什么呀？啊，徐轩，你叫阿姨。哦哟，天哪！我天哪，真的。阿姨美不美？啊，美。宝贝多大呀？16个月。16个月，这好像你们说的话，他已经完全可以听懂了，对吗？对。那我觉得一会儿在这个爬行过程中，应该可以没有问题，爬到终点，对不对？希望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你话音美都说得出来，特别聪明。对啊，宝贝上场之前，爸爸妈妈有什么样的寄语要送给他吗？我们家，打哈欠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妈妈，我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辞藻去修饰我们家的宝宝对他的感情。我只希望他以后的每一天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有可能5年后的今天，有可能他在上学。因为老师的教育，妈妈的唠叨，他肯定觉得我要快快长大。但是我总觉得他长大应该会了解妈妈对他的用心。我们家宝宝呢，非常的活泼可爱，也希望他长大了以后呢，也可以像从小这样一样活泼的可爱，就是不要担心，就是长大了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爸爸妈妈会一起陪着他度过那些烦恼的日子。说真的，妈妈说的很好，而且我发现宝贝真的是我采访到现在来唯一一个能跟我们有些交流和互动的，而且太聪明了，我们对于他寄予厚望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萌宝徐子轩小朋友，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徐子轩已经准备就位，老爸已在惩罚台就绪，老妈在终点就绪。徐子轩小朋友，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徐子轩！加油，徐子轩小朋友！好的，起步非常平稳，起步非常平稳。徐轩，妈妈在这里，勇敢，勇敢，宝宝。徐轩，那，宝宝，你看，哎，丫丫呢？丫丫呢？徐轩。猕猴桃，快点快点，好的，宝宝，来，你快来，哎呦，妈妈爬不去了，快来，哎，来，宝宝，轩轩，虽然动作不是很快，但是依然很平稳，好厉害，好厉害，一直在向前进哦，好厉害，好厉害，棒，你真棒，你真棒，真棒，真棒。哎，他还跟着 Jerry 一起动了动啊！好，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 Jerry。徐轩，妈妈给响铃给你了，快快快，快快快！还是到妈妈这里来吧，对，别被 Jerry 缠住啦！哎 ，Jerry 拉着小朋友跳舞。徐轩，Jerry 第一次如此受到宝贝们的喜爱。哎呀，徐轩。这个时候，轩轩又发现了新的玩具，小火车。把这个小火车给妈妈好不好？轩轩，把火车给妈妈，给妈妈，来，妈妈给你看，小
响呢，妈妈给你开。宝宝，宝宝，哎，快快快，快来快来，宝贝，谢谢，好看啊，你看妈妈手上拿的什么？那，萱萱，那那，加油加油，来了，好，棒棒，萱萱，快点妈妈走，就回来了，加油，哎，笑得好开心的。萱萱看到了妈妈手上的猕猴桃以后呢，心想着妈妈。我要来吃了，这个坡其实看上去坡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难度是很高的。没错，好棒，先试一试，先试一试能不能爬。太聪明了这个宝贝，宝贝，哦，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有点动没关系，有点害怕，很快就到妈妈这里来了。哎呦，真棒，加油萱萱。哦，萱萱不能站起来啊，萱萱一定要爬过来。好，现在离终点还剩下最后两步，萱萱最后一步，萱萱，萱萱，老爸来迎接你啦！还有一步 ，OK， 好的，恭喜我们的徐子胜小朋友挑战成功，太厉害啦！这个龟脸，老虎怎么做的？哭呢？哭怎么哭的？哦，那发火呢？发火怎么发的？虽然说爬行的速度有点慢，但是每一步都很扎实，所以首先恭喜我们的徐子轩一家获得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恭喜徐子轩，恭喜！送到最后的宝贝是好宝贝。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有请。欢迎！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哎呦，这爸爸一上来，这个范儿有点像主持人哈。没错，不是像你们在电视台上，我是给别人牵红线的。哦，婚礼司仪。对对对对。天哪！哎呦，怪不得口才那么好嘞。没有没有没有。是妈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未来的妈妈。宝宝，给大家下一个好不好？哎。天哪！对，我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OK，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未来小朋友，请准备。好的，我们的小萌宝未来已经准备就绪，帅气的老爸在惩罚台就位，老妈在终点期待和未来的相遇。我觉得我们的未来不是梦，绝对不是梦。未来，请听口令 ：3、2、1，我来加油！未来宝宝发现了妈妈，哇，动作非常敏捷，只有14个月的宝宝，加油！未来，但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动画片，巧克力，我们吃巧克力，好的，加油！未来继续前进，加油，宝宝，加油，打小圈圈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未来，我们很快就要通过第一关了，好的，加油，顺利通过第一关，宝贝你真棒，加油，快点，宝宝快快快，加油！宝宝，你还吃饼干啊？这个时候被周围的这些动物还有玩具所吸引。宝宝，未来，未来宝宝，面包，我们过来吃小面包好不好？妈妈吃面包。哎呀，真棒！哇，我们目前很少有宝宝在第三关会通过桥爬上来。这里这里，未来，加油！未来加油！未来宝宝，你真棒！啊，快来快来！而且一直面带微笑，好像爬不上来。对，发现了这个桥是有难度的，我们换。方向吗？到这里来，加油，加油！来吃未来，加油！来吃面包，快点！宝宝的臂力确实很难从这个滑滑梯爬上来啊，快来快来，难度很大。快来快来，快来！哦，加油，到这边走好不好？宝贝发现很难逾越这个障碍啊。是的，这边这边这边，到这里来。啊！未来，我吃饼干。尝试很多次都没有能够成功。不哭了，宝宝。不哭，面包来了。啊，面包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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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发现我的小腿再也怎么使劲，我怎么都爬不上来呀！加油！好的，我们要倒计时了，5、4、3、2。
时间的。未来宝宝挑战失败，坑爹成功。哎呀，帅气的老爸！来来来来来，宝贝选择了从桥上爬过来，你是不是特别着急？我也非常的高兴，因为人生嘛，就走路必须要给自己定义，让这个困难自己让愉悦，能愉悦不能愉悦？我坚信他选择这条路是对的。天哪，我觉得这样的爸爸，宝贝的未来一定不是梦。谢谢，谢谢我们的未来一家，谢谢。也送给你们小贝针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下一个家庭，掌声有请。Hello， 妈妈妈妈的脚步移动的好快呀、啊。小熊猫。哦，欢迎你。好可爱，好可爱。哎嘿，天哪，宝贝刚才跟我招了个手，微笑了一下。宝贝你好。嗨。好开心啊！是的，我就喜欢爱笑的宝贝，没错，很可爱。今天好像老爸有带东西来吧？带了一份对我家老婆的承诺。承诺？哎，你等一下，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你怎么愧对老婆了？要给她写这个？那哪叫承诺？那叫保证书。哦，保证书。大声朗诵哈。来，亲爱的老婆大人，我们在青春的年华里相遇，开始相知、相伴。我们的宝宝在2013年1月5日惊喜降临，我永远忘不了知道你怀孕的那一刻交错心情。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但我也很愧疚，因为无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因为宝宝而不得取消蜜月。这个遗憾虽然你不曾提起，但我一直记得。现在我想让全国观众做个见证，在今年的4月1日，我补上这个愚人节里不愚礼的蜜月之行。哦，好浪漫呢！等一下，我要问一下，为什么是定在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啊？不会说因为是愚人节，到时候去不了，你好有礼。我想在这天给我家爱人这个惊喜呢，是因为我在这一天不会去糊弄我家老婆。就别人都在愚人的时候，我对我老婆实现我最真挚的承诺，是吧？对对对对。但这一次这个蜜月之旅是两个人的还是三个人的？带我家宝宝一起三个人的更甜蜜，我跟你说，爱的结晶嘛。OK，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非常可爱的熊猫宝宝就要开始你的爬行之旅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可爱的熊猫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可爱的熊猫萌宝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熊猫老爸啊，在惩罚台就位；熊猫老妈在我身边就位。是。熊猫宝宝，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好，宝贝开始行动，漂亮漂亮漂亮，非常迅速。李洋洋，看，咦，看不看这个小球？宝宝，李洋洋，李洋洋，李洋洋，咦，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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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前进。哦，小鸭子，小鸭子，咦，嘎嘎嘎嘎嘎，咦，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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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你来来来，快来拿这个小鸭子。好好，有成功了，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宝宝，看来前进前进还要休息一会儿。爬行怎么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宝贝在指说，你看这里有小熊维尼，跟我是一个种类的。看这个小熊，小熊，好，继续前进。来到了第二关，也是极具诱惑力的一关。宝贝发现了 Jerry， 发现了一个怪叔叔 Jerry。Jerry， 你别又把我们的宝贝吓哭了 ，Jerry。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过来！只要我们的萌宝通过这一关，就可以获得价值800元。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哎呀！哎呦 ！Jerry， 罚你3-2-1木头人，不许动。来来来来来，哦，你来，你来，啊，你来来来来，到妈妈这里来，妈妈抱抱来，妈妈抱抱来，过来。杰瑞，你不要动，杰瑞，还是怕你啊！
你看，你看，宝贝，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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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好的，恭喜萌宝现在获得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加油，继续前进。小潘达，你太棒了，加油，小潘达，我们要来到最后一关了。谢谢您了，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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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的，恭喜萌宝获得价值2000元的电动车一辆。哎呀，杰瑞你不许动！天哪，不怕，你瞧宝贝看到杰瑞以后啊，不怕，你到妈妈这里来，妈妈抱啊。好，最后两步，最后两步。好，来来，小潘达，在这里，在这里啊，我们爬过来，爬过来啊。好，最后两步，恭喜我们的小宝宝闯关成功。好的，恭喜我们幸福的熊猫一家，价值3500元的空调送给你们了，恭喜！